本节目由有机生活由我定义的经典有机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三星 Z 系列第五代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零蔗糖冰爽官蓝方圆冻凝茶赞助播出。零蔗糖喝到爽。本节目由和生元赞助播出。和生元宝宝保护墙，妈妈少担心。本节目由好吃的半糖德芙赞助播出。五分清甜，十分丝滑，我们都爱吃。本节目由喜临门赞助播出。深睡拉满状态，征途星光璀璨。本节目由醉酒赞助播出，上海贵酒，醉酒浓香型，风味醇厚。本节目由丽郎简约男装赞助播出，丽郎简约男装哥哥轻装上场，加入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团建部打样、超前营业、公演 reaction 等精彩衍生。再次谢谢马小龙何展成刚刚的舞蹈，那现在我们一起要迎来接下来对决的哥哥。在他们表演结束之后，其中优胜组中排名第一的成员将会成为本场的 MVP， 落败组将会成为流浪者的身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三位弟弟，他们就是马伯骞、博远以及罗杰夫。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地方有个 dance break， 所以 Jeff 要在这两天新学舞蹈。我也要新学。对，那你还好一点。In 2 days. So we. 2 days. Trust us. Okay. We can help you. Okay, okay. We are team. I trust you guys. Jeff 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你让他两天以内学完中文歌，同时还要唱跳，他立马头就大了。所以我们会尝试着说让他 enjoy 其中，这个是一个关键。我觉得沟通成本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但是没关系，有我在，问题不大，反正。我最后补充一点啊，你们有想法就说出来，我们是欢迎 argue 的。Anyways, if argument is necessary, yeah, do it. She likes. If you want to say no to it, say no. Argue with her. She wants argument. She wants argument. 小马 translate everything for me and he's kind of light up the mood. Sounds good. Very smooth, huh? Yeah. Nice. What about for you? He's so calm, kind, and like he's the most organized person. 我现在还在找这个白抬头的时候，因为每一次都会稍微有一些些不一样。How about we counting? What is the number? Let me show you. 5, 6, 7, 8. How about I 7 touch you? Okay. 7, 8. Ok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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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我想跟你表白。Nice boy band. One minute boy band. One minute boy band. 说不出口。They got like that kid vibe. Me too.It just made me feel like, anyways, it's fine. You're my first Thai friend. Okay. Sunny Na. Is Sunny Thai? Yeah. Yes, she's Thai. Okay, you're my second Thai friend then. How about Mike? Oh, Mike Angelo. Your friend? Again. Stop talking. 圆不回来了你就非得多说几个。我是觉得杀手锏就是不一样的帅嘛，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自己独特的东西。我们势必要给观众呈现一个好看、好玩、好听、赏心悦目的一个节目。我呀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let's go.帅过 ，So what？
So tonight, oh my, just feel of you. Every song I hear gives me a blues. I see rainbow, maybe there are tears for you. Can you please just fade away, away? So this I can stay.平常不会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You mak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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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hy. Every time you d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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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要的就是这股自信，后生可畏。我就来到这里，我是想跟哥哥们学习更多在舞台上那种从容自如且愿意在一个新的起点去冒险的这种精神。加油，年轻的弟弟们！So first of all， 你今天吃饭了吗？我爱你们。So actually, the reason that I wanted to be here is I had my dream to do like a world tour, and this is like one big step to do. I want to be here to express my music and art for all those fans. Chinese Saturdays. Yeah. 谢谢。So yeah, and a way to bonding with other competitor and just like create a great show together. Yeah. 我们要有请出上一组的哥哥，再一次返回舞台。收住，收住，帅！接下来各位，火力值投送现在开启。喜欢他们三位投送08，喜欢他们两位投送07，这很难评，应该蛮接近的。我前他们三位的表演的确把我惊到了，真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青春无敌的那种自信。他们不管是唱歌或者跳舞，我都觉得哇很稳。我觉得我们老的哥哥，我们有很多的东西从我们的年轻哥哥可以学习的。我觉得马老师的舞蹈层次很丰富，他用舞蹈变成了一个故事和一个意象，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想象和自己有关的事情。马师有一个哗一个横移一个飞拽，然后何展成哗飞过去，我感觉时间到，我们一起来揭晓本轮的结果。我觉得两组应该都有900分以上。博远、罗杰夫、马伯骞获得了892火力值，马小龙、何展成获得了804火力值。那么恭喜博远、罗杰夫和马伯骞这一组在本轮对决获胜，这也意味着他们当中将会产生一位本场的 MVP。没错，恭喜恭喜！再次谢谢两组哥哥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Perfecto，Perfecto， 完美 ，Perfecto。好的，至此我们场上已经诞生了四个获胜组，也意味着诞生了四位 MVP。那么最后一个 MVP 名额会花落谁家？一切同样交给现场观众的选择。大家快加油！加油！任老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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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加油！加油！加油！拜拜！拜拜！拜拜！接下来我要把你们以前上学那时候的歌单全部给揪出来。因为他们最能代表网络音乐二 G 时代的一组，比如说有北极星的眼泪，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坏女孩，想太多，夏天，太多太多大家熟悉的歌曲，请看大屏幕。亲爱的梁，等你做完节目回来时，我们要开一瓶最好的酒，永远爱你，加油，永远支持你。我是 Bridge， 我要推荐的是伴随我们青春的徐良，《披荆斩棘》，你们说可不可以 ？Hello， 大家好，我是 Vness 吴建豪。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有一个什么都一样的好朋友，他小时候叫小胖子，我小时候也是个小胖子，他就是 Nicky Lee 李玖哲。下课铃声响起，校园点播台，
现在开始为大家点播你们想听的歌曲，让我们有请张栋梁、徐云良、李玖哲《回到青春》。就是得知了合作曲目是夏天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反应？就张栋梁唱夏天也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啊。这是我们要唱的歌吗？对，这首歌我有之前我有听过，就是我的青春。哦，对。我看看，这首两页，只有两页的歌词。他们感觉真的不知道是我唱的。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这个歌很火很火，每个夏天都要听啊。对啊，你有听过这首歌吗？我可想一下记一下。哇，这个歌手很火很火。是吗？对，有点尴尬啊。张栋梁、徐云良哥哥们，我就是冤强啊，我就是冤强。李玖哲，我拿了金曲奖之后，我要起飞的时候，我签了一个合约，然后就被冷冻了差不多七年的时间。你也知道，你七年没有在做音乐，或者没有在做新的作品、新的专辑，很多人开始忘记你是谁。可能近五年我都没有唱过歌了，没有发过歌，没有演出过，没有发过唱片，就是也没有站上过任何舞台。当时最火的音乐播放器，第一名是我，第二名是周杰伦，第三是陈奕迅。我就一夜之间从一个在马路上踢球的小孩变成了人尽皆知的徐良。以前的三巨头都去哪儿了？聪哥和龙哥这么多年了都特别优秀，但是我这个人不服输。那我们现在要一个软妹。然后这五年时间呢，我就一直在做幕后，然后这么多年，然后每次我遇到困难，我就想起我是三巨头。这一次出舞台唱的是北极星的眼泪，应该大家最熟悉就这首歌，就是微笑百事达的片尾曲嘛。喜欢吗，闺蜜？我当时拍《微笑百事达》其实就是跟心灵第一次拍戏嘛。其实他最近都有会讯息我，他就说反正就很累啊，就是要撑住，这样要上紧发条。我觉得北极星的眼泪希望可以唤起大家一些回忆，然后告诉大家说，哎 ，Hello， 我回来了。我能不能可以再让大家看到这些年我做的成绩？当时喜欢我的歌，你看这个成绩单是不是没给你丢人？我就希望可以给所有的观众一个很嗨的夏天。吹着，我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拍摄后，时间接头，时间就会，我会小心呵护守候，想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遍后悔，再次祈求陪你兜风，看遍所有微笑的星空。整个夏天三度晚宴，就像最爱的冒险，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零碎，我用双眼捕捉着这些。这个夏天一天一天把你定格在眼尾，张栋梁、李玖哲、徐云良，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
简单点缀。看窗外的蓝天在这个路边，我为你画面流离情节。这个夏天融化了这个季节，一天一天把你定格在结尾，让我了解那天在这个午夜，我回忆画面有你心间。来，掌声送给把夏天带给我们的哥哥们。大家好，我是李九泽，你们好吗？说呀，说啊呀。耶，真高兴了，真开心了。九哲哥，你觉得什么样的哥哥才能够进入到唱演家族？啊，眼睛小小的，哦，笑容是大大的，然后呢，身体是有一点点柔柔的，哦吼，腿是有一点点短短的，啊，是我。接下来要问一下徐良哥了，请问一下，怎样看待经常有人说您最近这几年歌比人红这件事情呢？至少有一个在红，不是吗？不错了，就挺好的了。最近四五年都一直在做幕后，我想说呢，台前和幕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青春没给你丢人。杜良哥最近在干什么？其实让自己小小休息一下，后来就是可能速度比较慢吧。那如果大家觉得哎，为什么他不见了呢？其实是你们没有在关注我，所以从今天开始多多关注我好不好？哦，可以可以可以。再次谢谢三位哥哥，请三位哥哥稍作休息，稍后我们等待下一组的哥哥登台。接下来与刚刚这组哥哥进行对决的哥哥们，他们可以这么来说，他们是20年前的带货达人。那个时候店里面一定会有赛车的腕带和仲夏夜之星的手链，同时印有铠甲勇士的文具盒，哇，那是学校里面身份的象征。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交由滚烫家族的哥哥们为我们一起前来推荐，请看大屏幕。嗨，大家好，我是 Ricky，这次我要推荐一位哥哥来披荆斩棘，他就是道明寺的表哥，帅气有担当的亚门。大家好，我是李朱沈 James， 我介绍的这位披荆斩棘的新哥哥是汤宇哲，这位剧中的百变大男孩会有什么样的孤单心声呢？大家好，我是苏有朋，听说小鱼儿要来披荆斩棘了。那怎么能少得了花无缺的祝福呢？他不只是绝代双骄里的江小鱼，也是放羊的星星里的仲天齐，天龙八部里的段公子，旋风小子的皮少廷。让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蓝正龙、唐宇哲、林志颖，有请。来吧，哥哥们，一二三，加油！哈喽，哎呦哥，还好吗？第一次来啊！第一次来？对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不见。志颖哥哥，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他了，20年了，真的很开心。哇，居然可以跟志颖哥哥一起唱歌，你还好吗？OK 啊 ，OK， 好多了，还好了。我看到那个新闻画面，我都吓死了。没事啦，就是一个意外而已。我真的觉得那个小朋友没事就好，拉出来真的是吓死我。还好没事，你说自己受伤就算了，对不对？你说对对对对，真的，就是你害到他吗？对，那个还好都是伤在我。发生这样的事情，万一他有任何的状况。那我怎么去过我的未来？还好是我受伤。如果是他受伤，我想我们也没有办法接受。
其实头部的创伤是最大的，那时候甚至撞裂，然后颜面骨折，一不小心就半身不遂，这边都碎掉了，然后这里上颚从这里断裂到这里，所以我脸部锁了差不多20个钛合金的点吧。对，像我手臂这边是钛合金板，锁了11个钛合金的钉子在手上。因为还没有完全恢复，我现在只能抬到这里。拉扯它，让它范围更大一点。你先热身一下，我们再来动。啊，毕竟动了很多的一些骨头复合的手术，恢复的过程确实很煎熬。我在医院其实最常看的就是歌迷的一些留言，不停的在下面支持、打气、鼓励。虽然我现在还没有非常好，但是粉丝这么样的让我勇敢站出来，不管别人说哎呀拍到我怎么样，这就是我怎么样。要小心啊，小心身体啊。结果大家跳不同步，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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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智哥哥他是一个很认真的艺人，所以他会尽他所能的去做最好的表演，可是我是他晚辈，我就会替他担心一下。你要17岁的时候转出去一起弹，三个人一起这样飞出去。三十五呢，17岁呢，好好好好好 OK。 他的手还是不太能够举起来，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勉强他哦，就让他稍微舒服的，就有一些苦力的活就我们来做吧，弟弟做。刚才采访一直讲话有没有？又哑了，那现在不要说话。对啊，哎呀，哦，很专业。开玩笑，不会想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曾经受伤的人，然后要让人家去担心。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大家的节奏在走。或许我前一段时间因为创伤被困在一个荆棘里面，我必须一步一步的去突破它，去披荆斩棘，找到更好的我。而不是原来的我。Thank you.
帅。林志颖真的是不会老。可以，如此可以耶，好厉害，满满的回忆。哎呀妈呀，听得我眼圈都红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志颖，谢谢。我是蓝正龙。我是唐禹哲。小志哥，你出场的时候，所有人都回到了17岁那年的雨季。谢谢。所以今天来到这个台上，大家又见到你之后，有什么想对所有惦记你的人说的话？我想首先，因为去年也经历了一些风雨，那现在呢，经历风雨重新出发。既然要重新出发，就选择最好的舞台、最好的节目。那我想也再一次的谢谢所有这一段时间支持我跟爱我的人，我一定会越来越好，更加努力。谢谢你们。哇哦，郑龙哥，为什么会选择来到我们这个舞台，再次复出和大家见面？因为我其实真的没有参加过综艺节目，制作单位找了我3次，我就很好奇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找我那么多次？我已经45岁了，不能只有帅。不要在我面前讲年纪。问一下我身旁的宇哲哥，为什么今天会想到说回归音乐的舞台？其实最主要就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热爱音乐跟舞台的心，然后还有很强大的歌迷朋友们、影迷朋友们在背后支持，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舞台跟音乐可以看到我的演出跟表演。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上一组的哥哥再次登台。接下来现场的各位请注意了，如果你们支持李玖哲、张栋梁和徐良的话，就请投送09；如果你们支持蓝正龙、唐禹哲和林志颖，就请投送10。火力之投送现在开始。这个舞台让我最深刻的地方还是李玖哲吧。过去的李玖哲好像啊，终于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张栋梁也是情歌王子啊，太会唱了。然后再加上徐良，那可是多少人的青春岁月。我觉得17岁那雨季还是那个劲儿更强一点。小志哥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怎么会那么年轻啊？太干净，太青春了，太养眼了。好感慨。17岁雨季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的学生时代，想到了我的青春。小志哥哥一唱，所有的观众都在跟着他一起唱，一下那个情怀直接就拉满，只能说没得输。我们跟林志颖哥哥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赢？不要输太多，如果就输一点点。时间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揭晓第五轮结果。唐禹哲组共获得905火力值，李玖哲、张栋梁、徐良组共获得836火力值。让我们恭喜林志颖、蓝正龙和唐禹哲组获胜。本场最后一个 MVP 将会在你们当中产生，而另一组将会全员成为流浪者。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表演全部结束之后，还将开启观众个人喜爱度的投送，只有5个对决获胜组中个人喜爱度第一的哥哥才能成为本场的 MVP。 再次感谢两组哥哥的精彩表演，谢谢各位。你知道，就是你有一个小时候的偶像，他告诉你根本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我们依然是少年，我们依旧还青春。他自己讲得很轻松，在台上经历风雨，其实他经历的是生死，但是他轻描淡写的讲出来，包括他今天的状态，我看到就想给他敲个大拇指。所以这就是男人，这就是我觉得小志哥留在我们心里给我们的最大的力量。
小志哥，哎，之前那个哇很严重哎，把我改造成那个钢铁侠了。但我现在感觉哦哇，状态超好的。我可以变形给你看到。什么东西、啊？还好吧，还好。很好，状态很好，超好的。I watched your series like 8 times.他说的是花样少年少女，他妈妈很爱看，带着他一起看。大家好，我是 Thank you。熊哥，晒太阳呢？对啊，天气那么好，晒晒太阳对身体好。够佛系啊！想要身体好，你得要多喝经典限定呼伦贝尔有机奶。嗯，好喝哎！这可不只是好喝啊，这是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有机奶，限量供应的，每一瓶都来之不易。呼伦贝尔草原被称为牧草王国、奶牛天堂，有120多种牧草，营养特别丰富。你就应该边晒太阳边喝经典，更有机，更营养。来，干杯！接下来，我们即将带给所有的哥哥以及所有的观众第11个舞台。因为有一位特别的成员向所有第三季的哥哥们发起了回归挑战。哇，他在上一季已经加入了滚烫家族，是第二季滚烫家族的第9位成员，他就是信哥宋建信。现在为大家来公布一下回归挑战的规则。信哥将会独立成组，作为第11支参赛队伍进行表演。如果他的个人表演火力值能超过5支优胜小组当中的任意1支，则挑战成功，加入《披荆斩棘》第3季。若挑战失败，则直接离开。我车叫好了，没关系，万一没过，车在门口等，就直接去机场。那么现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面5支优胜的小组他们获得的火力值情况，请看大屏幕。目前优胜组当中火力值排名第5位的859火力值，便是信哥即将要挑战的那条线。妈呀，那要超过咱吗？在开始我们正式表演之前，他曾经的队友，我们的名声大阵营的哥哥们也送来了祝福的推荐，请看大屏幕。Hello，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我是周柏豪。我是林峰。我是潘玮柏。信哥，名声大的名声，这次就靠你了。少吃点烧烤，不要害别人长胖。少吃点烧烤。当上队长，带队获胜，这是我们对你唯一的要求。名声大阵营。有请信哥带来对你爱不完。真的假的？ So he's gonna dance。 对你爱不完。现在研究知道怎么买票了。要换算到哪一站要多少钱？我懒得算了，我就直接买7块，这样就不会错。听说你有2个月住在长沙。现在哎，我来了哦，有一种人情压力，有没有？哎，我到了哦，你们是不是要开路了？就有点厚脸皮。是什么让你对披荆斩棘念念不忘？去年在武功跟总决赛，我一直不断地跟导演说，我们应该做10功，因为大家好不容易熟了，然后有默契了，然后就要分道扬镳，很可惜。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可以完成你在舞台上想要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是合情理范围内的，你想要表达的。这个是当艺人这么久了，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我为什么会这么的积极想要回来的原因就是这样，我要完成一些作品。哎，衣服你们看过了吗？蛮厉害的。他这简直是个总决赛的衣服。我当7功在做了，好吗？
对你爱不完。一样的内容，用不同的角度、跟情绪、跟编曲、跟音乐去诠释它。我希望给他一种，我想爱你，但是有一点爱不到。你好，你好，你好，这边有台阶。这衣服200多钱。我的衣服的设计很多玫瑰花，因为玫瑰花代表着我的爱，我带着我很多很多的爱要来给你。同时，我也告诉你，我的爱是有刺的。那这节目叫《披荆斩棘》，我就已经披着荆来了，这还不够明显吗？我就披着荆来了哈，大家等着瞧。这次不管怎么样，我就是硬顶就对了，顶到底，看看自己硬顶出来的那朵花会不会开得很漂亮。太有张力了，很像是总决赛的感觉，游戏官邸的那种大 boss 的那种感觉。拍他的那个花的时候，我就知道肯定是他的衣服。是他衣服吗？是他衣服。哇哇！他其实做了一个有点像行为艺术一样的，他披荆斩棘，然后呢里面有玫瑰，我感觉到就是一个冲破压力往前拼搏的这么一个精神的东西。赴荆棘玫瑰，然后很稳的这种把它唱完，我相信只有信哥可以做到这种舞台魅力。掌声送给我们爱不完的信哥。信哥穿这身衣服都不好动弹，不好抱吧？有点扎，有点扎。今天这个舞台造型有怎样的深意吗？这是一个滚烫的精神，披荆为冠，斩棘为袍。对，去年我的滚烫都在烧烤上面哦。今年。还是在烧烤上面啊，等着瞧吧。但前提是必须你要投票给我，好吗？好，火力直投送，60秒倒计时，现在开始。如果你们支持信哥，11号，如果留下来，真的会蛮辛苦的。我决定当一个卷王。哇，你别吓人，很想看他穿这个走进来耶。就算他没有赢的话，他还是可以在门口卖烧烤啊。我对信哥充满信心，做了那样的改编，然后还玩火，也搞那样的衣服，上不了，说不过去了。他的那首歌，完全的改编，完全的颠覆，很酷，很帅，很炫的一个舞台。哎，看这外头啊，是个大饼，反正肯定超了，还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请看大屏幕。快去烧烤吧！恭喜信哥苏建新获得了880级火力值，超过了2个优胜组，挑战成功，加入。披荆斩棘3季，快来烧烤吧！谢谢信哥带来的舞台，谢谢信哥继续他的滚烫之旅，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解救一下此时此刻在这个袍子里的信哥。好，现场各位亲爱的观众，那我们本场的表演到此就全部结束了。再次要感谢我们所有哥哥带来的精彩的演出。我们马上进入观众个人喜爱度的投送环节。现场的1000位观众朋友们，你们要在我们32位哥哥当中选择你们最喜欢的3位哥哥，进行观众个人喜爱度的投送。你们个人喜爱度的投送也将会直接影响到5个优胜组当中究竟
组内哪一位哥哥能成为本场最终的五位 MVP。 投送通道正式开启。这么多人，有各式各样的观众，能够安全再高一点点就很好。我觉得应该是庆哥，我认为文武第一，武武第二，我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有可能是瘦子，我觉得瘦子是长得真的是挺帅的，而且他是骨子里就害怕，喜欢他的人应该很多。博远的舞台的综合实力是最强的，罗杰夫呢是 vocal 里面，然后呢又带乐器，然后他主要是真的很帅。 MVP 的话可能会是他们两个其中之一吧。这种事一般都是大哥来干。好的，至此投送已经全部完毕。与此同时，我们的投送结果会在稍后环节为各位哥哥们揭晓。再次感谢现场各位观众，谢谢你们的投送。这里是有机生活由我定义的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的《披荆斩棘》第三季的家族初评演唱会，好草原孕育好有机奶，经典呼伦贝尔有机奶限量上市。那今天我们初舞台的所有演出就到此结束了。朋友们，做好准备，迎接这个夏天披荆斩棘滚烫的旅程吧！哎，我也想采访一下你们，就是你们带我们的这个组，然后拿到了第一，你们是什么感受呢？我当然很开心、啊。有奖金吗？等一下，你们可以给我们发呀。哎，这话说的哦，不发就不合适了。每次踩那个凳子的时候，我心里会一咯噔。但是今天你知道吗？你那个小感觉，我这边说，稳，稳，稳。没有人去我们？没有，不用干嘛？除非你想讲个笑话或变魔术。我们居然赢了国庆哥和胡彦斌，这是不是值得出去吹吹牛了？我们俩是流浪儿。没事，我跟你讲，短暂的失利。是好，很好，更好的开始。对，就是这样。我觉得那个分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毕竟有一个六零后的哥哥面对这些零零后的观众，而且你不要忘了，我们是二打四哦。公布谁是 MVP， 其他俩人吃不上饭。那都不是流浪儿，那不长成猪喜儿了吗？长成猪喜儿了吗？流浪儿，流浪儿。本场 MVP 共五位。落败组全部成为流浪者。家族初评日结果马上发布。智能解锁，一键启动新副本。百公里不充电，自在探索新世界。潮流设计，定格城市风景线。时尚爱马，自在出行。本节目由有机生活由我定义的经典有机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三星 Z 系列第五代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零蔗糖冰爽官蓝方圆冻凝茶赞助播出。零蔗糖喝到爽。本节目由和生元赞助播出。和生元宝宝保护墙，妈妈少担心。本节目由好吃的半糖德芙赞助播出。五分清甜，十分丝滑，我们都爱吃。本节目由喜临门赞助播出。深睡拉满状态，征途星光璀璨。本节目由醉酒赞助播出，上海贵酒，醉酒浓香型，风味醇厚。本节目由丽郎简约男装赞助播出，丽郎简约男装哥哥轻装上场。本节目由梅赛德斯奔驰 V 级 MPV 赞助播出，大咖登场，滚烫人生大不同。本节目由爱玛电动车赞助播出，城市漫游新坐骑，天生自在百公里。本节目由龙母壮骨颗粒赞助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8月25日起，芒果 TV 每周五、周六12点单更双更交替上线，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日中午12点尊享加更版，动感地带芒果卡，花样靓号任你选，来玩盲盒大冒险。芒果 TV 搜披荆斩棘同款，购官方周边。
家族出品日结果马上发布，请全体成员落座。哦耶！首先，恭喜家族成员信完成出品挑战，成功回归，请进入活动区。信来了。请坐，坐坐。好，恭喜大家完成了出品日的挑战。现在我们要先请落败组归还你们的 MVP 戒指。哦，失败有荣。请各位哥哥将你们的 MVP 戒指投入我火焰杯。下次要回来。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来发布本场的 MVP。首先是17岁的雨季组，请全员登台。此前你们组内预测的 Top One 成员是小智哥，噔噔噔噔噔噔噔，冠军戒指，他又输了，这个尺寸就是刚刚好。而现场组内个人喜爱度 Top One 的成员究竟会是谁呢？请看大屏幕。恭喜林志颖获得203个人喜爱度，成为本场的 MVP， 请继续保管好属于你的 MVP 戒指。好，那接下来你快回来组。此前各位在组内预测的 Top One 成员是陆毅哥，哎呀，好看，真好看，像总冠军戒指。恭喜王耀庆成为本场的 MVP， 拿不下来了。哎哎，这边回收，这边是这边暂时我拿着。哎呦，哇！哎，哦耶！耶耶，接下来表白组，男儿当自强组，红日组，组内个人喜爱度最高的人，马伯骞、蛋壳、陈楚生成为本场的 MVP。那与此同时，在即将到来的第一场公演当中，各位也获得了选歌的优先权，其余的27位成员全部成为流浪者。披荆斩棘的第一场公演试炼正式开启。本季的披荆斩棘开放一个全新的玩法 X Song 自选曲，选歌将会分为 MVP 选歌、流浪者选歌，各位自动成为八大部落。两轮选歌按照个人喜爱度排名依次选歌落座，落座即为选定。稍后会为大家。哎呦，看新歌从哪儿？你直接选歌，你选，你要选了选个好歌，我们到时候去找你。对。那现在我们有请五位 MVP 优先前往圆桌区。哎呦，加油，好好选啊。请各位随意入座，随意入座。哇，那么大个屋啊！好大呀，这么大。我觉得要唱一个比较欢乐，能够带动现场气氛的，这样赢面比较大。成为 MVP 也给我选歌的权利哈，按着我们四个人继续在义工的这种考量。我会希望把自己更好玩的一面拿出来给大家看。我当然希望的团队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唱得比我好的，绝对绝对的，一定有跳得比我好的。有跳舞的我就 pass， 有跳舞的我就 pass。如果有跳舞的哥哥进来嘞，那就他 solo 呗。所有哥哥们请注意，马上发布一公演出歌曲，8首歌曲包含着自选曲，对应不同的表演风格和团形忍术。歌曲的 demo 请看向大屏幕。滚烫主题，关注生活。来到2023年的你，正在重新出发的你，引起你最大关注的是什么？对此，你有什么思考和分享？请用你的舞台，为2023年做一个小小的提案。周杰伦，漂移。就是选这个歌的就得跳，对的，要跳的舞。哦，还要跳舞啊？这要学多久？对呀、带劲儿吗？带劲儿。Not easy, not easy。
起伏在心都好难哦，都要跳舞。看来每一首都要跳舞。你选了，还要跳舞。别早晚把日夜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寒血，来自目光的明信片。还要 breaking 吗？我觉得其实最合适了。是黑夜问白天，黑夜白天的舞蹈太难，但是我觉得它的空间是会比较大。是有那种蹦蹦卡这种鼓，你知道吧，这个也帅。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习惯，我早已那些苦难。这挺适合你，我觉得真的会想那种我飞翔的位置，这也可以考虑一下。李荣浩，对 X Song。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自选曲的意思是，当这个队伍当中坐满三人了，你们三位自己来商量说要表演什么歌曲。哦，什么歌都可以。对，哇，好的，所有歌曲已经为大家播放完毕。那现在我们五位 MVP 可以优先选歌。那首先有请小智哥。小智要先拿一个歌。试试看。好，林志颖选择自选曲。上来就选自选曲啊？大部分的歌曲我都没有那么熟，既然有个自选曲，是不是就专门找一首自己很熟的一首歌，有一些自己的发挥空间嘛？这个就空间就大了。那接下来个人喜爱度排名第二位的耀庆哥。OK， 我选好了。哦。好，王耀庆选择漂移。哇哦，哇哦，我的天哪，这么卷的吗？哦，哦，疯了他，这样跳，好难跳啊，太厉害了，好看了。这是一个五人曲，就是人多好叫菜，它有很多的空间。我可以容纳足够多的成员，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就是哥哥们一起来参与这个作品。楚生哥，讲白天还是要看生哥怎么选。每首歌我都会做记录，例如说这首歌是几个人唱的，这首歌什么风格，我是经过各种考量，不是完全按照我个人的。哥，你去哪儿？哥，你去哪儿？你去哪儿？What? 什么？生哥，这什么？直接入座吗？这什么歌？无数。薛之谦的，那个很难呢、欸。完全想不到，完全想不到，生哥会选无数。对、啊，我是。看到了那个场景，然后是有表演的部分。月薪和浩明他们都是演员，
然后演了很多作品，然后我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这边也是冲着这个唱演这一块来的。其实挺好的，只是有点难唱。但这个就可以表演。那么接下来，毛不信 ，OK， 我的选择是上山下。本来到这儿就是尝试不同的曲风，我觉得玩一下。我就不说了吧，我就直接来这儿。就我喜欢这个歌的态度也在，而且现场很爽，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干嘛呢？看我们最新一期节目呀，用这个动感地带芒果卡自带芒果 TV 会员，在 WiFi 不稳定的地方也不怕断线了，而且每个月还能抽盲盒。我这个月抽到的惊喜就是我身上的这件衣服。那不错。还有你竟然有这个运气拿到这个福利，惊喜盲盒大冒险，快乐七五转个圈，我一定会好好把握这次给自己加油的机会。听说每个月五号还能再多抽一次动感地带芒果卡盲盒，我要定个闹钟提醒一下，试试我的手气。我们要开始第二轮了，流浪者选歌，依旧按照个人喜爱度排名依次进行。你们有选吗？跟大哥。跟大哥。就想说一公还是在一起，后面可以就随意。我选麻雀跟无数啊。一公的话，我想安全一点。我肯定会选可以演的。How are you, John? I don't have that many options.你可以，你也可以 rap， 那个前面也是很多的单词，后面的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对呀、啊，有啥就来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排名第一的流浪者胡彦斌哥哥进入圆桌区选择歌曲。去吧。我不是一个输不起的人，但是我不喜欢输。然后在这一刻，其实我内心就一个想法。我想选一首没有人选的歌，我希望我来披荆斩棘哥哥有一个 team， 可以用我的能量让这个 team 变得很骄傲，对，然后在那个比赛里面可以拿到不错的成绩。这首歌目前还没有人选，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意义很好，框架够大，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哥哥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这首歌里面。OK， 啊。胡彦斌选择黑夜问白天。这首歌你要不去那边，真的可以，真的可以选彦斌哥也行。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阿普。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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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阿普哥中间请。我有两首比较有想法的。来选我们唱的歌吧。啊，我的团体希望是有一个编曲能力的乐团类型。那刚好阿普就来了。好，那我选自选曲。哦，小志哥是一直以来的偶像，我来到这个节目能跟小志哥合作，太酷了吧，美梦成真。阿普太好了，选择了 EXO 太好了。接下来有请信哥。信哥，我估计信哥应该是选个高的，没时间后悔。没时间后悔，对，适合他，对，适合他。好后悔啊。来，信哥有没有想好？我当然有想法，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乐队的歌，然后有一些传唱的歌，对我来讲那已经太不披荆斩棘了，所以我直接去他那一组。哇哦，我们来跳舞吧。哇哦，金哥选择了漂移。什么鬼嘛，漂移去了。什么？哇哇哇哇，拼了。既然都来了，那你磨磨唧唧的，然后还要别人哄你，哎，你要不要跳舞啊？我就觉得来哈跳。我太期待，就是要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对，这个可不好整啊！我看那舞步挺费劲。如果阿信去那边跳的，那我觉得那边的个子都挺高的，我去那边也可以了，就跳就跳呗。其他的歌我就很正常了。可是你一来之后，我们觉得这只是烧烤组，就是烧烤，每天都在吃烧烤。接下来有请博远。OK， 博远 Go。我们需要一个真的会跳的。我们都愿意当你的学生。博远可以来我这里。
而且每天都有吃不完的烧烤。我去漂移组。耶、yeah! ！我也，请入座，漂移。其实我对于舅舅和信哥选唱跳这个事情，我在场的我都哇喊了两下，我是没有想到的，但是我就是喜欢看这种反差，所以我就去了。漂移有五个座位，还有两个座位。我们有请陆毅哥，到你了。好了。哎呀，毅哥，你不会也飘起来了吧？漂移为了陆毅哥，为了闺女，为了女儿，飘漂移的飘。女儿想看你跳舞，漂移对吧？啊，他们只想看我尬舞。我老婆也是说你，我就想看你尬舞。我从上大学到现在没在他面前跳过舞。如果你选漂移，第一期热搜一定是我们。这个现场八首歌曲都还有空位。哇，你们这组合太吓人了。真的好吓人。我告诉你，博远负责跳，我负责信负责漂，我负责移。那你们这儿人气那么旺的话，我没有事情后悔了。对，有很多没有尝试的，因为这个我说唱嘛，我要回去练嘴皮子。跳舞呢，二公会是首选。说唱我可能嘴皮子没那么利索，我说慢点儿也行，但是我希望能从简单的慢慢开始。来，接下来张远哥，到你了。那我去升哥了。那去好。来了，我们其实商量好了，我们一共我们就四个，还是一起吧。因为刚好我们那个排名刚好，我之后是浩明，浩明之后是蔡老，蔡老之后就有月星，一切尽在掌握。哎，虽然不知道升哥为什么选这首歌，但是还是跟升哥。好，张远选择无数。对。你们是不是四个这一轮应该还在一起？想说是这样，先但不知道是吧？对，接下来有请浩明哥，把我架在这儿了。哎哎，没人架你啊，没人架你，你随便选好吗？你随便选。哎，我是很喜欢黑夜问白天的这首歌。如果升哥选到了黑夜问白天的话，那太好了。然后啊，这个义无反顾的就会过去。哎呀，我特别喜欢彦斌这首歌。来吧。来不来、要不要？可以啊。OK 吗？欢迎，来，欢迎。好，彦斌，我们下次合作，我还是选升哥。太过分了，太过分了，知道他菜吗？那么现在《无数》这首歌仅剩最后一个席位，下一个是蔡老师是吧？接下来先请国庆哥来到这里。哦，是我。漂移。漂移漂移，哇，那漂移那组就好看了。好看好看了，那组就我觉得国际哥可以去漂移。当时我一看的毛庆，我满心的小算盘就打起来了。第二把我觉得还是要延续那种突破的心，敢于去唱一下他们要唱的歌。蔡老师当时在选的时候，其实有默默的看到就是漂移组。对，其实我还蛮担心的，因为我不希望就是当我们在漂移的时候，就是有老人家在路上闲晃，很危险。国庆哥，你选无数就炸了，真的彻底炸了，彻底炸了，真的。哎，这里可以坐，真的，这里太厉害了。这首歌特别好，所有人都选这首。确实，真的，你选无数就炸了，真的，真的，歌是好歌。郭天哥到无数，真的到无数就炸了。真的，我跟你讲，你到这里就炸了。真的，一个人选择四个人警告。没事，哥哥，按您心里的对于歌曲的喜好来选就好。其实我今天穿这衣服，我觉得我已经好像有点有暗示我。哎呀，只能这样。
选择无数，其实蔡老师坐下的时候，我觉得镜头应该有拍到了，结果蔡老师坐下之后其实有点不太确定，所以又看了我一眼。这个时候当然是要给老人家鼓励的，加油蔡老师。他们不是得了917票吗？哎，那个是我的生日，你知道吗？对，我觉得冥冥之中这个就好像很有缘，不会让我拖你们后腿吧？哎，没，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完全不准。开心吃饭。你啊，你剩下一个人了，你要被拆了。你别哭啊！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没问题的。那么接下来紧接着有请王栎鑫哥哥。他不用来了，不用来了，不用来了。就这个他不来了。不来了。我当时我整个人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没有想过这个结果嘛。脑子里面剩下的七首歌就是什么旋律，就是一下完全都记不得。岳鑫加油！焦虑的背影，焦虑，他头好痛，头好痛。他应该根本就没有思考过第二个选项。对，岳鑫哥，来中间，中间，中间。这个组合从今天开始就散了啊。所以下次那个兄弟们，其实一定要力争 VIP 啊，啊，不然 MVP 啊。VIP 的话充会员就可以。VIP 那我去 EXO。 哦，好，新组合，有看头，有看头。哎呀，这个真的是意外，我的天哪。对，天意嘛。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平冠哥。冰冰已经选了 K1 白天，我会想象到他会让那首歌变得很丰富，所以我选择了跟冰冰合作。我选黑夜问白天。哦，平冠哥加入黑夜问白天。耶耶。因为一个团体的一个合作性是找出大家的强项，就是让他强的地方他能够突出。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苏小丁哥哥。如果伯谦不嫌弃我的话。不嫌弃。哎，上山下吧。来，我当时其实还蛮吃惊的，会选上山下，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种，就是这种打击乐的这种，中东鼓、非洲鼓、康佳鼓、卡洪，哦，你都喜欢。到后面来了以后才知道他会打鼓，完美。我选择上山下，我就加入上山下。可以可以，整起。老舅是他专业领域，他很拔尖的一种。老舅来，我哥太开心。来走，老舅属实适合上山下。你是这个吗？啊，当当哒，当当哒。是没想到蛋壳跟陆毅能表演一个节目，你这我也没想到我能跟诸葛亮一块唱歌。我们都拿着扇子上，拼的都是口才啊，拼的都是口才。有请张栋梁、Jeff、瘦子。你不嫌弃我吗？你重点是你会不会跳舞？不会，不会，不会，赶紧来！我会教，我会教，我会教。是这样的吗，细哥？不会跳，大家拼不会跳的。都是飘。好，来，直接坐下。举手。Six。跳舞，跳舞，跳舞。ESO，ESO，跳舞吗？跳舞吗？跳舞吗？哇，你们意想不到哎。没时间后悔，没时间后悔，组队成功。The first song who picked the song is 蛋壳。I didn't think that ESO gonna join, so we have two rappers and one actor and one singer. Cool team.
最后一个位置迟迟不敢坐。我真的觉得我离热搜越来越近了。绝对的，你赢不了对面那一组的。我认为我们这个部落就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有一些搞笑疯癫，但实际上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感觉。我觉得有请何展成、魏哲明哥哥、加油。Hey guys, want dancing with us? Can you dance? Can you dance? 我要跳舞吗？会。But I don't want to dance with you guys. Can you dance? Join us. 跳舞了解一下。跳舞了解一下。来，陈轩哥。直接转头走掉了，他不理我。哎，展成哥，所以最后你的决定是？选你。选你。哦。这，对，这，如果我遵从我内心的话。你要漂移啊？哇！对，我真的很想选漂移，因为对是杰伦的我偶像的歌曲嘛。热搜第一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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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漂移。哇！魏哲明选择漂移，漂移五人部落组队成功。哇，这首还是没人选。没有任何人选麻雀。麻雀们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麻雀。去这边好了。好，可以吗？来，那有啥不可以的？还能跑呀？我想加入马尼们上山下组队完成。我来，神医。之前展成哥有说教我们跳舞，所以我也去试一试好。三人部落旋翼组队成功。来，请问寻哥先来做出你的选择。哦，那他一定选黑夜问白天，他可以跳舞。那这里就剩四个麻雀了。麻雀和黑夜问白天，跟着你对于音乐的感觉来走。我可以加入吗？当然 ，Sure。黑夜问白天组队成功。我们还有四位哥哥将《麻雀》这首歌曲交予你们。我们四个就是谁也想不到组合，我觉得。那么我们最后四人部落麻雀组队成功，加油！哥哥们，来一张吧！哥哥们，一二三！我的庆宝啊，爸爸可专心了，我跟三个快乐男生的小哥哥分成一个战队喽。好的。啊，那是准备给我。欢迎各位再次来到我们的滚烫剧场。八区部落两大半场，排名第一的部落全员安全，其余部落全员危险。哦，我们是钢铁小旋风，就压根就没担心过我们这一组三位哥哥。我们有没有信心？当然有。再大的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想赢我们，做梦去吧！哇，好棒，燃起来！我们也不怕去挑战人气最高最厉害的种子部落们，就这么狠，呼呼呼。本场演唱会暂别舞台的是，怎么会是他俩？你猜。听说披荆斩棘开始团建了，欢迎我们三位哥哥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团建基地，这次我们来一个泰语版的罗布顿。My Thai name is Walakamon. Walakamon yo, Walakamon yo, Walakamon yo, Sabal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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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what's your name? Sabalot yo, Sabalot yo, Sabalot yo, and Walakamon. 你换我猜，开始。西瓜。Avocado。简单点。简单点说，薛之谦。没那么简单。万年地多尔敦，月亮之上，一闪一闪亮晶晶。你唱和人不是一路子，你唱 对完全思路不是一样。天，我觉得我是年龄大了，我这种怎么都玩不来了，怎么回事？接下来重磅级别的游戏，武力无限木头人。哇哦，剑哇。博远，这轮你只要能赢，
马伯骞就给大家表演一个铁门槛，必赢。我刚刚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8月26日，跟披荆斩棘的哥哥们一起团建吧。The game has changed. 不如我们来个大合照吧。如果要摆烂，躺在家里就好了，来披荆斩棘干什么？舍逃离城市的沙漠，也许我不过荒芜的那个。当他们都说沉默无辜，人都要剪去繁琐，枝繁叶茂的那株才是我。还没丢弃天真，还没习以为真，还是像从前一样笨。我像枯竭的河流，一往无前的没去从风波。不过生而为人，不过血肉之身，不过终究与平凡吻合。也许人潮汹涌中，未知那个我会寻得那片已知的辽阔。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话题披荆斩棘讨论，实时获取节目精彩幕后花絮，上微博搜索话题披荆斩棘，参与守护高光舞台互动和哥哥炙热同行。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凤凰新闻、界面新闻、扎克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谈心社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辽东百科、指定问答社区、知
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特别合作时尚媒体时尚先生，专属练歌房温莎 KTV， 首席合作打歌平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地标裸眼 3D 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金裸眼 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 3D 大屏，潮流演艺场大悦城电台合作，北京音乐广播、北京文艺广播、广播音乐台、广州金曲广播、广西音乐台、湖南交通广播、芒果音乐台、975摩登音乐台、长沙音乐广播，特别合作百度APP、百度贴吧、百度网盘、歪歪直播、智行、预算价、网易有道词典、接电、WiFi 万能钥匙、图发布、讯飞数物馆、智联招聘、怪兽充电、映客直播、简客集团、丽丽城车载大屏，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